好了，开。啊，那个，在哪里？好，开始哦。我靠，谁打我？我打回去。那个拿毛巾煮的红豆。等一下，谁知道红豆是什么？哎，这边。我们要草莓哥。不可以偷看，不可以偷看。等一下。不知道老师不知道每个是毛巾煮的，要不然你会很好。等一下，多亏。哎，这很简单嘞，很简单。随便拿一拿都。哎，这刀去后面啦。我是魔。不可以用拿的啊。严重哎。下次拍你哭好了，来，你要这样，我刚，你要这样，比如说他现在吃面粉，他现在吃，他现在吃面粉，你就拍他，然后吃，然后是这样，懂吗？这样会不会？他绝对吃不到，等一下你吃到了没啦？你用舌头不会哦，你直接用鼻孔是怎样啊？你鼻孔会吃东西啊？在玩你自习。你吃到了吗？啊，算了啦，给你一颗啦。哎呀，你好可怜呢。懂吗？你要这样拍，这样拍。好粉哎！哎，摔！哎哎，不，水不用太多啊，因为水不用太多。你看，他会吐出来。懂吗？水分太多，他水他会受不了。有拍啊，有拍啊。对，好，是他后面，然后你就是他前面。对，我用右手抓。哎，地壳，我帮你带。这没，好好吃哦。啊，我好叫地壳。奶奶头发没有白。我有他爸的英文名字。看来你要玩。超干瘾。意思。哎，他我看到他肚子哎，地壳。好像很恐怖哎、欸，知道吗？这里先摸。我在。所以那个可以吗？天哪！太土了。好，快点。他使出了龙卷风。怎么到？帮我倒一下。这个时候他就要喷粉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拍了。红发，白发，我看到在哪里？天啊，太恐怖了吧，这个。等一下，你逗他鼻子要跳了。哎，很难哎。很恐怖哦。水主是谁？好，你。很恶心哎。我要聪明一点哦，好聪明一点。我怎么黄黑的？来啊，快点来。上面一点，有一颗。左边一点有一颗。用舌头。哦。你错过了一颗。好，赶快有，赶快，有绝对有，好。面粉煮你了，换你，哎，水，不行，背对摄影机啦。水煮啊，那个 GoPro 要过去了。哦，不行。哎，他们家是蛮。拍摄组就是类似像这样。就是要老师回家，我其实不会。啊，然后你这个，也许吧。不要拍我，太狠。来，好了，可以了。好，开始。来，不能看啊。哎，不能看。我们刚才有作弊啊！我们刚才有作弊。我们刚才有作弊。哎，喂，你要怎样？整个面粉都吃了。好，来。整面很简单，吃了吗？吃到了吗？吃了啦！哎呀，吃了！好恶心！直接吃了！下去，水。我应该带电风扇来的。来啊，水。面粉煮的，有空到哦。我不玩了。对嘛？下课了。没关系，继续。耶、yeah, ，不用打扫。嘟嘟，老师没关系，老师没关系。好，没关系。地震的地，对啊，就田地的田。FB 全局，还有那个楼道乱打的。第六个先解决。来呀，下去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要拍这样。哇塞，继续啊。哎，你要提示他了，他这样子要吃多久啊？左边，右边。哦，我看到两颗了。你看到两颗了，你知道已经摸到塞进去了。你下二水，下巴就摸到了。攻下巴，地震力，那个地震力，哎，有爆炸的对。结果，我先把这个拍进去好了。OK， 超明显。哎，你们好恶心哦。啊，第二关来。第二关啊，所以老师，波士尼啦，下一个人啦，快点来。老师，快点！老师，参赛者过来，不要拽我。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听不到怎么办？你知道吗？不爽啊！好，踢你手吗？那下一个，来，快来。老板先踢你手啊！好，你踢得到再讲。那个球不能。后壁。
好的，喂，快点啊！好，那个来啊，你一定听得到，我要高一点。我那声越高越难。来来来，你往后倒啦！你不行，来再一次。哎，声音这么小啊！好好 ，OK， 没人了。你要还有他，他不是面粉。你啊。面粉，来，面粉哥，我来开远航，走走，跑，用跑，用跑，用跑，不要踢我的东西，主任。看我痛啊，我的脚。叫，可是他们不过来，就这样。他说我们不要太坏啊，这种坏也不好。可是这不是我们地区啊。镜头请微笑，一直找吗？看镜头请微笑，画面就一定要拍。看镜头请微笑。我选在器材室。不要踢我的东西，主任。干会痛啊，我的脚。没有，用走路就好了。干我脚会痛。刚刚我在那边傻傻等，然后等老半天都没有人去。错。那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过去叫他好了。我们就说过，我们有叫，可是他们不过来，就这样。我说我们不要太坏啊，这个坏也不好。这个很酷啊。这个体作的，主，嗨。等下你进去喊哦。你好。我就说干你，鸡巴全部给我出来。在录影呢。没关系啊，录不到。我这一次录不到声音。我就在找你。看镜头请微笑。一直找我干嘛？我就在拍你啊，找画面啊，不然没画面可以找。看镜头，真酷哎。然后你就这样子。我正在器材室，操。啊、你们来搬，你们来这干嘛？叫人，叫人，你们过去啊！叫他们过去、啊。你们过去干嘛？你们过去干嘛？啊？啊？你们过去干嘛？就社团课啊！啊？社团课啊，去那边上。是要上什么？去啊，在外面干什么？我们要怎样？要去体育赛事。真的吗？对啊，去那边上。我现在来说，够了。体育器材室门口。哎、欸，唱歌帮我留下来，关电灯、电风扇。为什么？好好好好。还敢问为什么？你来电脑课再问。哎、欸，另外那个来来那个谁？来来来。哦，不是。哎、欸，奇怪，我还以为看到认识的。没关系，这边有很多上网电脑课。电风扇啊。这个窗户。好了，确定，确定，好了，拜拜，拜拜。好好
你先走就好了，大家就不跑。我想去闹我们老师，去闹一下我们班导，看一下我们班导在不在。在，比较好。嗨，对，他不是还有一根，少一根啊，帅啊，呜，那，靠背，这很贵哦，干，那个有人会，帅哥，帅哥，还有没用啊？妈的，还去拿我的包包啊？妈，把我水给我拿来，妈，你水在那边，你不是没电了吗？还有，还有，一个。去拿包包了，干！妈，主任竟然会踢我包包，操你妈！主任，多。我觉得主任篮球还不错。坑就不是冲他笑，哎，不是啊，看啊，主人在那边要怎么玩手机啊？靠背。Elson，啊，主人在后面，然后呢？玩手机，感觉还不错。然后，好啦，你要拍什么啦？我们会快吐了，只要拿水。等一下呢，他们。你要，我们现在在做节目，你要赶快过来。豪哥不用进来。你说你要代替我玩的。下去。有几颗？来啊，来，你第二个快点。赶快。看不到。赶快。GoPro 在哪里 ？GoPro 不可以这样拍？一个在前面，一个在后面，一个在我这边。然后他不是要吃面粉吗？你要跟着他蹲下去，跟他蹲下去。然后他在吃的时候，你要拍他这个，懂吗？懂吗？然后这个呢，要这样拍，是一个，这个要这样拍。为什么？然后你要跟他蹲下去，那边要在眼睛里站起来。他们两个都不用，他们两个也不可以站在同一个地方，你也要站在这边，他站在那边。没有，我就死定了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这样对不对？这样对不对？看不到对不对？对对，然后这样子下去吃，然后可以用舌头会比较快一点。啊，如果不用舌头，恶心嘞！啊，哎，看起来好可怜，吃到一个吗？来，抬起来给大家看。好可怜啊！水嘞，水嘞，来站起来，站起来。你那个时候可以拉近，它太远了，这样不好看，要这么远。你要不要喝水？这里有水哦，有水有水。需要吗？懂吗？你要需要水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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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会干吗？有多干？真的不干吗？高神，你想想我哇，你好帅啊！你闻他，超恶心的，里面超恶心的。这到底是什么？哦，这样拍。你是什么口味的？花生。闻到就花生，是什么口味？好吃哎，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，好，可以，好恶心的，走开。来下一个，
下一个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对对对，你要帮他拆，好，去去去去去。来来，下来吧。哎、欸，你们要下来？没有没有，你不用。你们两个都是上面的，只有他两个是上下面。喂，你认真一点。插手。好，来来。啊，下去了。感觉很凶。我也好。马上就咬到了。你会不会恨我？你会恨我吗？你恨我被子哦。有呛到吗？呛到了，赶快毛巾，毛巾快点，毛巾快点。我觉得用太干净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很多啦。你有没有恨我？恨一辈子哦。我很怕的啦。以后尽量就是跑远一点。是吧？喂、欸，你不要乱跑啦！欸、来，赶快，来来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快快！我觉得有点危险。不会不会不会，我不会整你，我不会整你。你有看到吗？好好，就这样了。好，赶快，直接吃。来，蹲下来，蹲。好，好，快。哎、欸，不行不行，好好。等一下看一下看一下。哎、欸，怎么可以看？好，来来来，要咬、啊，一定要咬啊！来，好。赶快。那我们来，水，毛巾，快点水，毛巾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头发，头发，染头发，头发染头发，哇，猛的嘞，太开，这样就会当第一，好了，现在是还有两个机会，快点来，快点啦，好爽，有有有 ，Q 摸，免费免费。压他头，压下去。肚子饿的人就是压着，压着都不要大声了。哇，压下去，专业的。哇，真的是很屌了、啊。好了，不要再弄了。哇塞！毛巾。厉害啦，女神！哎。帅帅，快点啊！蛮 MC 哦，来，赶快要过来，要过。帅的。好，你好，我用它。来来，头发我帮你用一下。谁啊？怎么这么故意？真的是很故意、啊。你的手怎么这样啊？我用的。哎，毛巾一条给他，让他去擦了。你的 GoPro 不可以放在地上啊。我已经把它关机了。哦，你有关机啊？好了，好，我们先休息。好。我想玩它。你想玩它？好啊。好。来啊。靠！白痴啊！喂，赶快毛巾组，你要不要眼罩先拿下来？洗车。哎、欸，哦，真的很可怜呢、欸。哦，为什么他那么可怜？你们那么恨他哦？你有吃到吗？头发在地上白色的。他看起来那么那么可爱，你干嘛这样？哎、欸，靠呀！喂，怎么办？还要吃吗？哎、欸，谁？啊，抓呀！哎、欸，这是谁的？眼睛闭起来。喂！不要！不要！这个不要！没有，真的不要！没有，这个真的不要！跑跑跑跑跑！不要啦，真的不要！我真的不是开玩笑，等一下玩完之后再来。好好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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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等一下，这个要干嘛？慢动作，要等慢动作，这个要可变真力，可变真力。你看一下，这超超奇怪，很滑，真的超滑，真的很滑哎、欸。哎，哈哈哈哈哈，哎，滑，剪会滑滑的，超滑哎、欸，滑滑的，救命！我还有，慢更用啊！等一下，你刚刚是泼泼在我头发上？等一下，没有，你开玩笑。有啊，你刚才有差一点点。我穿这么多。再一次，喝球哈。那刚才因为没有拍到，所以再一次。你要踢这边。刚刚跟我讲。班长，请用呢。好，你要踢久一点。好呀。对，只要踢到就好了。为什么踢不到呢？来，太高了，好滑啊！再一遍，好好好，刚刚，赶快把握机会，好，来，我帮你，来，一二三，哎，踢到了，踢到了，
超屌。啊你呢？我就不知道。OK， 踢啊，来，踢他，快点啊！真的问了一下，不行，踢他。真的假的啦？看，等一下，踢不到。对，然后我帮你，我帮你，快点起来啦！来，拿着。谢谢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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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帮你，我帮你，我帮你。师傅，来，我帮你，来，踢，踢。哎，差一点点，可以，有有有，我帮你扶着。哇，厉害！好，等下，看那个。好了好了，快点快点。真的，我很想买，因为我很想买到 GoPro。好，你不行，好，来来一。来，一二三，好好，这里很难，这应该不会很难吧？对啊，这应该不会很难。来来踢，哎哎，来来踢踢踢踢，哎，进行第三关啊，这一关非常困难。好，来第一个，真的有一张奖状，然后没有，那个后面的人不要。你走到你边第二条，不可以看，我们不要，我看不到。好来，要干嘛？来，伸进去。没有，没有刺锐，有蛇。来来来，没有。猜猜这是什么东西？猜这是什么东西？是火吗？你猜这是什么？什么？是什么？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很长吗？动物。要拿出来吗？你要？哎，你不要摸下底啊！为什么两边都有东西呀？哎，你不要摸下底啊！是耳朵吗？来，那个你要在这里，你要在这里拍它。兔子，快快！哎，猜对了，兔子，对，没错，好，谢谢，好，你怎么摸下底干嘛？来，来，换下一个。那这一只就挑出来了，放。还有，来，啊，哪里哪里？你要拉近，拉近，你要拉近，拉近。不过很没有要奖状啊，不要去摸奖状。好，好，这一只是什么？这一只什么？啊，这是什么？什么东西啊？哎、欸，这真的摸不出来什么东西、啊。在下面会痛。摸一下。你摸得很尴尬的。我知道，我摸它尾巴。我知道，我摸它尾巴。我知道，我是摸它尾巴。这摸不出来啊。形状啊，形状。问题是我不知道这是什么。它现在是什么姿势？耳朵很小，鼻子很大。这是什么？然后下面。哦。熊吧。啊？我觉得是熊哎。什么颜色？棕色。对嘛，我刚刚摸他尾巴，要拍他的脸，拍他的脸，然后看他的表情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一模一样，好不好？这是什么？这摸起来一模一样啊！哪有一样？差很多哎，手比较长哎。摸不出来对不对？啊、黑色和白色为主。熊猫、哦。对。哎、欸，这个提示比较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好。好我该是你刚才搓下去，摸一下。来摸，这是什么？真的有靠，好，好吗？还有一组哎，我要脱身啊！哎，不要不要，等下，这等下再玩，等下再玩，等下一定陪你玩了，等下就可以玩了。我，快抓住我！放下，放下，赶快摄影组，赶快摄影组准备好了吗？老师，等一下要从哪里走哪里？很难哦。快停，看把娜娜回来。好呀，你干嘛走刀法啊？从这边，从这边，然后走到，走到那个凉亭，然后让回来。好的。所以我要准备。你大哥，大哥。来啊！我先举哪一个脚？你的最困难。先举。中间那两个。先举左脚。中间那两个。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你右脚。有我的五案呢，我跟那个给我啦。然后他们是左，那个他们就右。第四关会比较困难一点，但是两人三角要看默契哦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来，一、二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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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、二。哎，比上一节好哎。一、二、一、二。拿起来。没有，我觉得这样拍比较有意思。赶快啊，快到了啦，真的快到了！你看他那里写功课，赶快，我们去看他是谁。痛死了！快点啊，快点，你给我讲。
你真的没差了吗？没差，没差。你真没差？没差。哎，你拿摄影机。一人只有一把机会而已。来，来，够吗？够吗？过来。来。来，等一下，看你有没有上？哎，有没有上？你有没有上？这可以上吊。来，好，你确实赢了。Oh my god！下一节课你就死定了啦！哦，哎，太残忍了啦！更糟了！哎，我在帮你，你头发变干净了，阿婶。对啊，你看他们多残忍！哎，他好痛啊！没错，好，谢谢，好，再来，好，好，这一只是什么？梅草熊，有吗？好，好，再来，谁？不是有一个那个戴眼镜的，两个戴眼镜，来过来，过来，拍一下，来，来，尹琛，来，快点，同学，赶快起来。好吧，反正已经下课了，要不然不要玩了。好，结束了。没关系啊。老师还有一个困难的吗？啊，来不及啊。老师，没差吧？真的没差吗？知道一下，我是没差了。真的。有吗？不行啊，这次已经来，快走。有吗？也不知道。因为我刚才有记下来，有来。靠。为什么？是什么？熊吧，够熊吗？这么好猜啊？对啊，你准备几？这个准备多少啊？准备好，我们还有第四关，觉得第四关太难了，所以我觉得多难？很难。多难？就是要把住脚，到那个操场上倒过来，这样就结束了。然后怎么办？
你要看到有摄影机啊，就这样子让出来，哦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啊，那个，好，开始喽。拜托 ，GoPro 是拿来摔的，你以为是干嘛的？我摔欧森的 GoPro 摔了两次。那你们在这里就好了，等一下他们要抽的时候再让他抽。不要拍我。平安来，不要害我，兄弟。
保险套。喂。为什么没有拍啊？为什么没有？哎、欸，你没有拍啊？拍啦、啊。你拍里面了、哦。对啊。好，来第一个。什么？是什么？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很长吗？动物。要拿出来吗？哎、欸，你不要摸下体啊！为什么两边都有东西啦？哎、欸，是耳朵吗？啊、是耳朵吗？来，这个你要在这里，你要在这里拍它。兔子，快！哎、欸，猜对了。兔子，啊、对，没错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拿近。不，还没有要奖状啊！不要去摸奖状。好，好，这只是什么？这只是什么？啊？什么东西啊？哦，哎，这真的摸不出来什么东西。它下面会痛。回家摸了很尴尬的。我知道，我摸它尾巴。我知道，我摸它尾巴。我知道，我是摸它尾巴。摸不出来啊。形状，形状。什么？啊？我觉得是什么颜色？红色。差很多哎，手比较长哎、欸，摸不出来对不对？黑色和白色为主，对。哎、欸，这个提示比较好哎、欸，太好，要提示啊。好，再来，我猜那个提问，换下一个。不要拍完美，谢谢。差了吗？没差了吗？
你用舌头不会哦，你直接用鼻孔是怎样？你鼻孔会吃东西啊？你吃到了吗？啊，算了啦，给你一颗啦。哎呀，你好可怜哎。水不用太多啊，因为水不用太多。你看，他要吐出来，懂吗？水不能太多。他水，他受不了。有拍啊，有拍啊。你擦鼻子。好，擦后鼻子。就是要这样子，看起来很好玩。对对对对，然后可能就可以拍一下这样吧。好，谢谢谢谢，第一关过了啊！哎，参赛者不能跑掉哦，等一下还有第二关哦。老师没关系。
好，谢谢，好，再来。好。好，这一只是什么？配合啊！
有另外一个活动，下次要学怎么控翻的吗？对，我来教啊，我来教啊。你有办法吗？有啊。好啊，那就来教。好，好，节目结束了。